两个人互相有好感是什么感觉？两个人如果真的是互相有好感的话，那么是能够感觉出来的。当经过对方身边的时候，会发现两个人的余光其实都是在看对方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相关心，他会变得对你非常关心。平时天气有变化，他就会主动提醒你注意天气的冷暖，有时候还会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。甚至是连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小细节，他都会为你想到，都会十分的关心你。对于你的穿衣打扮，也会提出一些建议，这些建议常常会在你的耳边萦绕，他一定是非常在乎你。